我问你，为什么要把这事告诉明珠？儿子，这是埋在我心里边多少年的罪恶。我是想用这种方式去谢罪。哎呦，谢罪谢罪，你谢什么罪呀？你有没有考虑过后果？明珠是谁啊？明珠是林慧兰的女儿。明珠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林慧兰就有可能知道。 林慧兰就有可能知道，紧接着全天下就都知道了。这都不是最关键的。如果夏鹏飞知道怎么办？你考虑过吗？你觉得夏鹏飞会同情你吗？他只会把所有的责任推到你一个人身上，你到时候跳到黄河里你都洗不清了。你还想惩罚人家？你现在在做人家的挡箭牌。不是，我是故意说给林慧兰听的。哎呦，你还故意？ 儿子，你告诉过我对夏鹏飞最重要的就是林慧兰吗？我尽快去见林慧兰，我要告诉她夏鹏飞霸占她家的财产，只是我丢弃明珠的所有真实情况。还有，凭一个人的力量是扳不倒夏鹏飞的。你有你的方式，明珠有明珠的方式，浩宇有浩宇的方式，林慧兰有林慧兰的方式，我有我的方式。只要我们大家一起出击，这样才能扳倒夏鹏飞呀。 香味俱全，嗯，还不是因为你说熬夜吃不好东西，你不是喜欢吃炸鸡吗？我先学他。哎呀，你的心意啊，都在这儿了，满满的。差点把手指头堵着。呵，那我还差点吃到炸鸡爪了。快尝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要把佐料啊全部撒匀了，这样吃起来啊更美味。 哪那么麻烦呀！吃到肚子里，也需要搅和的嘛。哼，你太大条了啊！啊！哎，小心烫。哎，呵，你还怎么咬手呢？你的手更好吃。嗯，好吃是吧？来，喂我一个。这个，好。嗯。 喂，哎，可惜我厨艺不好。没关系，我呀，给你做一辈子饭。那我哪好意思啊？没事啊。刚才说一辈子，就我们俩，以后未来都是。 反正这些我该说的都说了，我也喝醉了，嗯，有没有人听到我就不知道了。在哪儿啊？你说什么了？我是不是喝多了？嗯，再说一遍。嗯，进来。 其实从一开始，我就对你，你说啊。
金珠，你来干嘛呀？啊，分钱好吗？听说江磊当上董事长了，你什么都没得到啊？你腿非成这样了？金珠，好久不见了，我好想你。啊，放开，放手。你是有钱人，我是穷人，你怎么能跟我来往呢？我不配。是，以前都是我不对，但是。 现在你真的要帮帮我，金珠，真的，我需要你帮助。你放手，你放手，你真的需要你帮助啊！金珠，大哥，金珠，听我解释，怎么了？救命！救命！救命！啊！这个流氓来找我来了。这谁呀？哎呦喂，这不是夏强吗？你混蛋，你大半夜来我们家干嘛呢？你还真敢来呀！ 过来，金珠，哎哎，这下我吓破了！我告诉你，再敢找我妹妹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！哥，今天太帅气了啊！爽吗？还有脸说呀？把这种人都召回家来了，赶紧睡觉去。给力。 今天挺爷们儿啊！我一直挺爷们儿。好了，明珠，别这么喝，空腹喝酒对身体不好。 吃撑，迎面吹着海风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棒。他教会了我很多的道理，他让我勇敢的去面对一切的困难。这就是我的大山爸爸，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 我爸爸过世，一直觉得是我的责任。我这么多年
都是在愧疚中成长的，可是为什么现在要告诉我这些？为什么夏鹏飞什么事情都要跟我们家扯上关系？为什么夏鹏飞他总是阴魂不散？我不会原谅他的，永远都不会原谅他。好了，你说。 我理解你的心情，可是就像你叔叔说的，我们现在没有确切的证据，就无法用法律的手段去制裁他。不，我们不能等待，我不能等着证据去制裁他。我要努力，我要奋斗。他不是想让我死吗？ 那我告诉他，我会活着，而且我会活得很好。我要微笑着面对这一切，我要用我勤劳的双手制造出属于我自己的幸福生活。我会这么做，因为我是夜明珠。夏鹏飞一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。 明珠，你说的对，我们和他们不一样。别走。好了，明珠，你知不知道，我现在真的杀了他的心都有，没有人会理解我，真的，真的。 现在心情就好吗？可是明珠，我们跟他们不一样，我们有梦想，我们会去用自己的努力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可他们只会去剽窃别人的成果得到一时的满足，可他们偷不走我们的智慧，不管他们用什么阴谋诡计，都无法阻止我们的梦想。 你别忘了，我们的爸爸妈妈在天上看着我们呢。我相信他们会支持我们，我们一定能够打败夏鹏飞。你说的没错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。为了我们共同的目标，加油！加油！ 师傅，就这到了，师傅，哎，谢谢啊，不用找了。哎，来，慢点，你慢点，哎，头东西头东西头，哎呀，没事吧，没事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哎，谢师傅啊，走，我们一定会成功的，肯定会成功的，李超，哎，不用躲，我没事，我真的没有事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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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没事吧？啊，看看你是。 怎么了，这是，明珠。我很庆幸我不是一个人，还有一个人可以跟我有相同的想法。最重要的，那个人还是你。如果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怕我真的会撑不下去，真的，真的我会撑不下去。 所以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可以在我的身边。哦，明珠，他那个，喝大了他？啊？怎么回事？怎么喝这么多酒呀？啊，没事吧？他是不是把他灌大了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明珠的酒量。没事吧？你说你起来干嘛？哎，你喝多了，为什么喝这么多酒啊？
妈，妈，你过得太苦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你也在想我的爸爸，是不是？我知道你一定在想我的爸爸，因为我也在想我的爸爸。爸爸，喝多了，喝多了啊！快上去睡觉吧，好吗？啊。我没有喝多，妈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我听你说，没有关系的，爸爸走了，没有关系的，还有我，我会照顾你，照顾这个家，照顾叶壮还有金竹，对，妈妈你不要觉得孤单，没有关系，还有我在的，妈妈你相信我，我可以做到的。妈相信你，妈相信你，咱回去睡觉好吗？妈，好不好？啊，妈，好吗？啊，你快点放，我上去啊！来，妈坐来，妈妈知道啊，妈妈知道啊。叫，哎呀，上来叫叫。哎，别常在那喝醉酒了，占了便宜啊！我哪能啊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来，我们上楼睡觉去，上楼睡觉去啊！陪你喝一杯吧。上楼睡觉。我不，我就要陪你喝酒。上楼睡觉。你不要。上楼睡觉，别烦我。你干什么这么凶啊？在哪儿啊？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
吗？这个已经是调整过的，就跟这图纸上的是一样的。明珠，我们拿去检验一下吧。好。打扰两位，刚才那边来电话了，我们在国外定制的指令译码器已经寄出了。是吗？那太好了。这么说很快就可以到了。到了之后我想我去给咱们拿回来，这样我也想为大家出一份力。谢谢你啊，钟明哥。明珠啊，那我们得抓点紧了，得赶快把设计做完。可不是嘛。你约我来，又想说什么？太太，我今天不是说谎来的。那你想说什么？太太，我是衷心的向你道歉。我今天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我把明珠，哦不，我把婷婷丢在海边。当时夏鹏飞为了跟太太您结婚让我扔掉婷婷，我实在是不忍心，我才把婷婷交给了叶大山。你说什么？那婷婷她爸呢？太太，当时我实在拽不住她，我们逃到了绝路上，浩明他失足掉下了悬崖，我死命地紧紧地抓住他的手，当时夏鹏飞就离我们四五米远，他要是出手帮忙的话可能就不会发生。太太，夏鹏飞他污蔑我害死了浩明，他要把我送进监狱。太太，我当时的情况你也知道，我的命不值钱，可我儿子还小，我想好好的把我的儿子养大，他威胁我，他让我每天都在恐惧之中，我好怕，我真的害怕，害怕他。是不是因为我要占有，害了浩明，你我的女儿，你害了韩文杰。太太，我突然想起来了，现在想一想，好像还不光是为了夫人您呢，还有一件事儿。没什么。当时，他们因为李云的一个什么科研项目发生了争执，浩明和夏鹏飞激烈的争吵起来，当时浩明交给夏鹏飞一个盒子，里面好像有什么磁盘。什么？输出一切正常，就按照刚才测试的结果在一些细微的地方做了一些修整。你看一下这样子可以吗？看着倒是没有什么问题，希望不要和其他的程序有冲突。是啊，我们努力了这么长时间，希望这一次可以马到成功。加油！哎呀，对不起。没事。看看，谁来电话了？小叔，您好，是我。又有新情况了。
夏鹏飞可能会对你们新开发的项目做手脚，这一点我们已经预料到了。放心，我们会防范的。要做好准备啊！你们所做的事情呢，对夏鹏飞的集团工作呢，会有所障碍。嗨，市场竞争嘛，很正常。您放心，我们不会因为他的干预就退缩的。那就好，我会全力支持你的。哦，对了，有了孙建国的消息呢，要马上通知我。现在我们最要紧的要查清楚磁盘和胶卷的下落。好，哎，对了，小叔啊，磁盘和胶卷里可能是建筑基础下沉和岩层渗水各方面的尖端资料，这一点是小鱼告诉我的。他怎么知道的？哦，他去美国跟学者交流的时候听说过了这个消息。 说是我父亲和明珠的父亲共同研发成功的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啊，我回去再问一下你静兰小姨吧。这些资料呢，对夏鹏飞来说一定是很宝贵的。小姨说，那可是一笔不小的财富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什么情况我们随时联系吧。好，辛苦了。叔叔说什么？磁盘和胶卷。 一定是在夏鹏飞的手里，他当年肯定是不择手段弄到手的。你别太担心，我觉得我们一定有办法找到他的。明珠，不如我们找你妈妈帮忙怎么样？我妈？那样子的话，她会很危险的。 你好，欢迎光临。来了，来坐坐。您好，请问喝点什么？来杯咖啡，不加糖，不加奶精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汽车怎么那么不好啊？ 薇兰，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？我求你回去好吗？家里没有你，显得整个空荡荡的。你把事情弄成这样了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这边都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我并没有指使他那么做。好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可以带着明珠一块儿回家住，没问题。 梦洁和江磊住在一起，江磊是与明珠交往了15年的男人，你竟然让我带着明珠搬回家住，怎么住？是啊，是啊，也对。如果搬回去住，这对孟洁来讲也是个打击。可是不管怎么说，你是孟洁的妈，对不对？ 孟洁她不能没有妈。
浩明坠崖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拉住他？他是你那么好的朋友。你在想什么？你不要这样子看着我，好不好？不要用这种眼神看待我。我知道我做过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儿，但有很多事情，那都是基于我对你的爱，我对你的爱，一直到今天这份感情都未曾消减过，真的没有。未来没有办法，我只要我一见到你，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，甚至抛弃任何事情，这份心思你是明白的。我不明白。你明白？我不想明白你这个人，因为我觉得你越来越可怕。你这家西餐厅的意大利面不错。我看你啊，真的是好几天没吃饭了，所以觉得吃什么都好吃吧。哥，我说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江磊就突然当上董事长了？别在我面前提这个混蛋的名字，他从一开始进公司就想把我赶出来。好了，现在得逞了。甚至我都怀疑，连你都是被他利用的。你别这样胡说了，我看你是因为被他打败了，所以看他什么都不顺眼。行，不提他。对了，孟姐，爸已经把我苏宁银行卡都给停掉了，您看我现在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，还有看我穿的像什么？这样，你要不先跟我借点钱？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样好心好意的请你吃饭，你不但骂我老公，现在又问我借钱，我看你是活该被赶出来。那你知道我为什么被妈赶出来吗？就是因为家里那个女人怂恿的。你说妈？你现在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你这样胡说八道，当然会被赶出来了。孟姐，你别傻了，家里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咱俩的亲妈。哥。你有病吧？我没病。老实告诉你吧，咱俩的亲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已经死掉了。那个时候可能你年纪还小，现在不记得了，但这就是事实。我看你已经疯了，我不许你这样胡说。我没有疯，我不是说之前我一直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吗？就是这件事情。你在家里叫妈的那个女人，根本就不是咱俩的亲妈。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，你知道明珠是谁的女儿吗？明珠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所以说她现在正绞尽脑汁要把她弄到家里去。我劝你现在最好清醒一点。啊，你说那个是建筑尖端科学？当然了，怎么了？你不相信我呀？这可是我非常了解的一个科目。哎呀，那照这么说，那可是一笔巨大的财富。是啊，怎么大律师想发财呀？买车、买房、大办婚礼。我跟你说正经的呢。你说夏鹏飞会不会想尽办法把他弄到手？他也懂这个吗？哦，你这么说，我倒想起来了，我在美国的时候，曾经看到过夏鹏飞、你哥哥还有李超的父亲他们一起拍的照片，就在加州建筑研究所。
那会不会是他们在那里研究出来的成果？可研究成果在哪儿呢？被台风刮走了，太可惜了。哎，两个天才呀！喂，大律师。 啊！怎么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老心不在焉的？有些累了。那我不管啊，都中午了，你要请我吃饭。哎，静兰，你是在办公室的啊？哎呀，我没有人。我查了很多资料，你们的设计即使是在国外也是很少见的。 不过啊，要想让你们这个设计完美，还得反复的实验啊。嗯，我觉得小姨有没有这样子一种可能，我们可以把程序计数器和指令译码器两个串联起来，再做一次测试，这样子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效果。理论上应该是可以，但是也会有一个问题，那就是咱们总不能一个一个把它接上去吧？哎，明卓。 我想可以设计单个的产品，为客户做多种选择，正所谓客户就是上帝嘛。OK， 现在想法有了，设计也有了，那就赶快实施吧。哎，我说小姨啊，您真不愧是我们的总指挥啊！您呢，提供信息，我负责设计；明珠呢，负责监督和制作。我们简直就是啊，最佳拍档。对，最佳拍档。 小姨，我跟你说，本来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呢，我们叫宇宙无敌组合。可是现在有你加入，那就不一样了。咱们得起一个更响亮的名字，我们就叫梦想团队。OK， 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太太，他们因为李云的一个什么科研项目发生了争执，浩明和夏鹏飞。 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？梦洁，你别着急啊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来来来，坐下来，好好说啊。来，梦洁，你怎么了？妈，那些都是假话吧？你听说什么了？我真的不是妈亲生的吗？ 明珠她才是妈的亲生女儿吗？我也从未想过，你不是我的女儿。那你为什么要搬出家？为什么要住到这儿来？为什么不回家啊？梦洁啊，妈也给你生活了20多年了，可明珠她从未有过那样的生活。 我现在应该去她的身边，啊，你也很清楚，明珠她受了很多的苦，可我也是妈的女儿啊。可明珠她更需要我，我也需要妈，我比明珠更需要妈。我妈，我现在该怎么办？真的好难过，将来。
江磊到现在好像完全换了另外一个人的样子。他江磊怎么了？向深渊，我淹没在这夜里，沉入海底。缘分它输给了命运，渐渐远去，来不及说爱你，来不及拥抱你，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。来不及擦去泪水，来不及说声想念你，来不及说一句珍重，来不及拥你在怀中，来不及说一句祝福，说再会，来不及说爱你，说再会。